嘿，是你叫的车吗？不，你怎么才来呀？啊，你都急死我了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去哪儿啊？30分钟内到王庄。下去。啥意思呀？我不会飞。这回会飞不？30分钟内到，这都有你的。到了，下去吧。这回黑也能飘，牛，前面也飘呢，我们看看行吗？你胆子玩多大呀？我听听。聊啊，扎心态。你跟我逗呢吗？2万还不够我加油的呢，没钱别再跟我抢了。一共6万，够了吧？凑合着绕吧。给钱吧。再有这种好事儿，记得叫我啊。满婷，看她飘得漂亮。满婷太棒了，喝水。咱们车行未来2个月的房租终于有着落了，辛苦辛苦，不辛苦。你的车有个气缸工作不良。真谁啊？
怎么 ，CDF 又没钱了？要靠你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在这卖艺，他们说什么呢？你叫什么来着？上次全国预选赛把车开沟里那个是你吧？你牛逼啊！陈子豪没教过你开车，也没教过你怎么跟前辈说话。陈子豪那个孬种呢？你说谁孬种？你有本事赢我哥吗？你有本事让所有人都叫你一句车神吗？一个五年都没碰车的窝囊废也配叫车神？你回去告诉陈子豪，只要他敢来，我随时奉陪。怎么了？哟，听得出我的刚工作不良，不知道自己开车要加油啊。你干嘛呢？最近运气好，前面过远处呢，就是我的 Racing Club。不用，我自己可以搞定。没关系，反正呢，最近的加油站也在10公里之外。明天来拿车。拿着吧，菲菲。那边有车站，可以坐车回去。来了，车已经给你修好了。修好了，轮胎已经磨得不行了，给你换了新的，有个钢垫也充了，也给你换了，一共呢是这个数，油钱就算了，算免费送给你的，谢谢老板。你把旧的给我换回去。什么？
谁让你动我车了？你把旧的给我换回去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旧的我都已经给扔了，怎么换回去？哎，你不是想赖账吧？你们这是黑店吗？我只不过是让你们给我加个油，谁让你们动我车了？哎，我是好心才帮你修车的，就你这破车，再不修迟早出人命。把旧的给我换回去。怎么回事？我靠！哎，天才啊！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哥，我帮他把车给修了，可他想赖账。是这么回事吗？我车没油了，交给他，结果他把我的轱辘和缸垫都给换了。哥，他那车已经破得不行了，再不修，迟早得出大事。哎哎哎，别动气，别动气，都是朋友嘛，和气生财。哎，你叫什么来着？嗨，不就点修车费吗？算我的，算我的。谢谢老板。哎，哎，哥们儿，我刘小飞 ，CDF 车队的股东，你要有兴趣加入我们车队，扣啊，薪酬优厚。哎哎哎哎哎哎哎！切，什么人？不是人，人才呀！豪哥，我跟你说，那天他看见那辆破车竟然能漂移，真的。那天我就在车上面。行了吧，哥，菲菲已经把这个月账算出来了，你要不要看一看？好。哦，对了，下次不要在黑市上给我塞车了。哥，我只是下不为例。好吧。把车钥匙给我。驾驶员，你要干嘛呀？让你给我就给我，哪那么多废话？赶紧！我跟你说啊，驾驶员没收了。开什么玩笑！你把我驾照没收了，我怎么开车？不开车我怎么挣钱呢？挣钱？来，你好好看看啊！你好好的看看，除了超速就是违章。我说你那两个钱还够不够罚款的啊？你再别碰车了，从明天开始起上林叔餐馆打工去，我已经跟他说好了。知道你会回心转意的啊！这是谁啊？天才，刘小飞说他是天才。我就想问你个事儿啊，如果我加入车队的话，能给我多少酬劳？嗨，放心吧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我们车队是你想加入就能加入的吗？没错 ，CDF 又不是收容所。哎，别走，豪哥，我跟你说。这小子会漂移，那天给我漂吐了。那小子，你除了会飙车之外，还会做什么呀？修车，改装。
好，先留在我们车队当技工吧。试用期3个月，月薪2500块，包中午饭，转正之后4000上社保。技工？不愿意啊？哎呀，去豪哥，他可是做车手的料，你怎么能让他当技工啊？转正以后还管饭吗？管。我哥这是怎么想的呀？干嘛非同意他进车行啊？还有说，不会是某些同志见了帅哥犯花痴了吧？我有这么肤浅这么无聊？那车修好了，我先走了。转什么转呀？车啊！我们送你吧，我们送你去地铁站。哎，这是我的车，同事嘛，互相帮助。上车吧。秦昊。那天比赛你去看了吧？婉婷的漂移入位，是不是超厉害的？还行吧。你懂漂移吗？懂漂移很了不起吗？只是有那么一丢丢了不起。好了，到车站了，下车吧。好走不送。其实我想说，这个我也会。是吗？你要是会的话，你以后洗车的活儿我全包了。车借我，我坐给你看。小心点儿，车蹭了可是要赔的。哎呀，哎，不是，哎，等一下，我下去。会漂移，很了不起吗？婉婷，我们怎么出去啊？Thank you.
升到3.4，3794 Turbo Link 取代 ECU， 加装防爆油箱，整套 Rocket Bunny 包围套件。哦，订3颗韦伯300的油泵，控制系统使用 Motel PDM 15，安装接近卡钳，强化传动轴1/半轴，加装 NOS 60低喷头。都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就开始干活。怎么听不懂啊？这辆车照你那意思改完之后怎么也有800匹马力了，你确定能操控得了吗？现在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？我每个月给你2500块钱，可不是让你来提问的。兄弟，睡不着觉，过来看看你。都到齐了。啊，到齐好。那辆车我修好了，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一会儿车队要开会，你留下来听听吧。门口还有几辆车，今晚加班，搞定再走。是我。什么？我马上过来。是他儿子？是。没见喝的酒这么杀酒疯的啊！啊！看我吃，看，啊！还有这，要不是看他是个瘸子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找报警了。你想怎么样？给3000块钱吧。要不你和你爸还有这车，跟我一起去趟派出所。长大了，我要管呢。
吧你们，昨天晚上到底谁动了这辆车？豪哥，绝对不是我。那我是有老婆的人，怎么能惦记别人？你给我闭嘴！哎，这地方真是越来越破了啊！骂他嘞！你来干什么？陈子豪，你怎么答应我的？你说绝对不让别人碰超哥的车，那我就想问问，昨天晚上我师父的车他妈为什么会上路？这是我们 CDF 的家事，我会处理。小磊，是你吗？豪哥，怎么可能是我呀？是我。陈子豪，你居然让这种人碰超哥的车，不打算给我个交代吗？我说过，这是 CDF 家事，我自己会亲自处理，轮不到你们在这撒野。跟你们说过多少遍，在动拳头之前，能不能先动动脑子？你来干什么？我很好奇，是谁把你带沟里的？是你吗，小帅哥？要不要加入我们车队？我们车队的车手年薪最低也有30万。这种野路子不配进车队。如果能赢野路子，就是好路子。你先别打岔，让我把事情办完。陈子豪，我的车因为这小子坏了，修一下少说也得20万，这事怎么办呀？嘿，你的车我一定替你修好。我的车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碰的。王八蛋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很简单，豪哥，只要你答应跟我比一场，这件事就一笔勾销。不然的话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小帅哥，你要是加入我们车队，我现在就能帮你付这20万。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会还你钱，不过得分期。好啊。一年3分利，2年4分利，3年嘛5分利。飞飞，从我账上打20万给阿航。好。陈子豪，你就是个孬种。这次终极杯，我一定让你们 CDF 车队输得连内裤都不剩。改变主意的话，找我。你被开除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碰了不该碰的东西。哥，秦昊修车改装技术都不错，咱们马上要比赛了，车队需要他。你耳朵聋吗？我做的决定不会更改的。哎，你说这个阿航子豪哥到底有什么恩怨呀？你想知道我哥和阿航的事儿？很久以前 CDF 车队有两大高手，一个是陈子豪，一个是徐超，只要他们两个人一出现， CDF 基本就包揽了冠亚军。而周航是徐超的徒弟，他们三个人的关系特别的铁啊。不过我哥拿的冠军比较多，所以呢
就有了车神的称号。结果那场比赛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意外。一直觉得是豪哥害死了阿昭，于是他加入了劳拉的 TNT 战队，他想一心战胜子豪哥呀。哎，但如今啊，他已经拿了全国各地的比赛冠军，哎，唯独没有跟子豪哥他比过一场，他不甘心呐。你看看，这三天两头的找子豪哥，主杀。你想加入车队？你怎么突然有这种想法？我想在赛场上堂堂正正地赢阿航。但是想要过我哥那一关可是不容易。只要他能答应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秦昊召回车行的话，我最近实在是忙不过来了。秦昊说不准将来能重振 CDF， 成为我们的摇钱树啊。如果你要是让他在外面野蛮生长的话，万一他一辈子都还不上你的钱，那怎么办？要不你把秦昊招回来吧。啊，赚钱啊，豪哥。哎，好。哥，哎，哥。你老跟着我干什么？我想加入车队。你觉得飙车很有意思是吗？我告诉你，赛车是一项非常伟大的运动，不是你们这些年轻人追求刺激的工具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是认真的。能给我根烟吗？其实打小我就喜欢赛车，人还没有轮胎高的时候，我爸就把我放在腿上学着怎么开车了。有一天我爸妈带我去游乐场，我们玩的卡丁车、碰碰车还有过山车。回去的路上发生了车祸，妈紧紧地把我抱住，所以我什么伤都没有。可是我妈死了，正好是我五岁的生日。从那以后我爸就开始喝酒，每天都喝，他真的成了一个酒鬼。他不许我开车，说开车是一件危险的事情。我喜欢漂移，当车子开起来飘起来的时候，我感觉就像是在飞。那一刻我整个人都自由。我记得有一个开赛车的老外说过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如果你有愿望，不管他有多么的疯狂，你都要试着去靠近他。”所以，所以，
这就是你想加入 CDF 的原因吗？不管怎么样，我都想试试。跟我走。哥，大晚上的，你让我把赛车开来干嘛？你，跟我来。前面给我兜一圈，把这个火柴划着了，你就可以加入我的车队。哥，你改变主意了？但这也太难了吧！你们一个一个说他的车技好，这点事都完不成，怎么有资格加入我的车队？你说的那个赛车手叫舒马赫，回去多看看书。你想干什么？别以为豪哥罩着你就能得寸进尺，给我离婉婷远点儿。济公就是济公，穿上赛车服还是济公。至少我不会把车开到沟里。说他什么呢？住手！干嘛呢？打架是吗？你手松开！打架，一周不许给我碰车，这是 CDF 的规矩。啊，接着来，别怂。
啊！怂个屁呀、啊！来，得，来。那不那谁吗？堂哥的手下败将，肖雷，号称 CDF 的当家车手。当家个屁！去年比赛的时候，愣是把车开沟里。哎，号称阴沟车神还差不多了。他旁边坐着那个，不是偷开超哥赛车的修理工吗？现在连个修理工都能当车手。陈子豪的妹，那胸，那屁股。哎，刚才说什么呢？我没听清，再说一遍。王哥，你可算来了！你手下的人把我车队的人伤成这样，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，我早就报警了。现场那么多人证，让他们进去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？进去了，全国大赛就参加不了了。有了案底，出来之后人生怎么样很难说呀。你说呢，豪哥？你想怎么样？很简单。我要什么你心里最清楚。明天中午南山坡道，我想跟你比一场。我答应你。还有，我要是赢了，把我师傅的车还给我。豪哥别答应他，你有本事你就冲着我来。你他妈算老几？那天晚上是你命大，上了赛道你屁都不是。跟我比你还没有资格。行，答应你。先放人。
K K， 上来开我的车。耶，赢了！哎，哎，我们赢了！哥，你没事吧？该干嘛去干嘛去啊，我没事。秦昊呢？以前呢，我也放不下那段往事。今儿输了，我反而放轻松了很多。哎，不想赢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是赢的感觉总比输的好吧？而且，我喜欢那种超越极限时的自由，那感觉挺好。比输赢快乐多了。输其实不丢人，怕才丢人。中级杯全国漂移大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替你报了名。可是我才刚加入车队。谁说刚加入车队的人不可以参赛？难道你不想试试吗？谢老板。你干什么？是 CDF 的人。没什么呀，从 CDF 人那儿弄点情报，不过分吧？你就对我这么没有信心？我要赢，也要赢得光明正大。你要赢得光明正大，但我要确保赢得万无一失。我们车队不能输。你知道今天你赢了，我们能拿到多少赞助吗？只要能赢，这种事情过去会做，现在会做，将来我也会做。你要是不想赢，就给我走。别以为赢了车神，你就是新的车神。我分分钟都可以捧一个新的车神出来，取代你。怎么不开灯呢？你最近干什么去了？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最近都在干什么呢？没干什么呀。没干什么。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看看，这是什么？啊！你现在真是长出息了啊！你玩起赛车来了！我看你他妈就是不务正业。玩赛车怎么不务正业了？我那是专业赛事，你根本就什么都不懂。从今往后，我的事儿你少管。我告诉你，只要有我在一天，你就别想玩人家赛车。
那你要我干什么？干这不行，干那也不行。我开出租你拦着，我开赛车你也拦着，你到底要我干什么？是不是也像你一样，除开喝酒就做一个窝囊废？怎么回事啊？最简单的动作要领都做不好，就你这样还去参加全国漂移大赛啊？你不要认为赛车运动就是简单的动作协调的运动，动点脑子。对不起，我无法集中注意力。为什么？我爸不同意我去参赛。所以你要选择放弃是吗？我告诉你，什么是漂移。漂移就是车子失控之后再次找到车子的掌控。人生也是一样，很多时候我们是失控的，但是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再次掌控人生。可是人生真的很多时候难以控制，所以你才要了解自己到底想要什么，然后去争取它。你给我下来。跟我来。去把他掀开。现在开始，啊，属于你。为什么是我？我们的车队不是那么混，没有几辆赛车，但是我相信你可以把它改装好。去吧，去掌控你的节奏。不要让生活改变你。他的漂移可以做得更好，不过在最关键的时候，他会不自觉地有一些迟疑。如果能克服这一点，我相信他可以更完美。
有句话我憋在心里很久了，我今天一定要把它问出来。你是不是对我有意思？啊？我问你是不是喜欢我？没关系，如果你不确定的话，我有办法可以帮你确定一下。项目太少了，得是哦，妈，不是，人改革都开放了，现在只能自由恋爱，你就不能管我。爸，你好，我是秦昊的父亲。啊，叔叔你好。啊，你好，我叫陈子豪。秦昊的教练，我知道，我今天就是专程来找你的。你能不能让秦昊离开车队？叔叔，我听秦昊说起您的事儿，我想您可能对赛车这项运动有点偏见，我理解您。不，你不理解。当年那场车祸，开车的人是我。如果说我要是再小心一点的话，这一切也许就不会发生了。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时常会做噩梦，而且没有酒，我根本就睡不着觉。这种感觉，我想你应该懂吧。叔叔，我觉得每一个年轻人都有追求自己梦想的权利。一开始我也认为秦昊一定是一个追求刺激爱飙车的年轻人，但是事实恰恰相反，赛车带给他的反而是平静。您是他父亲，您更应该相信他。豪哥，豪哥，秦昊他要和肖磊比一场。什么？酷啊。哎，不是，他真的有天赋，人又很努力，请你相信他一次。吃饭了。还有一趟，我替你尝尝啊，来吃。
你爸是脑动脉瘤破裂，蛛网膜下腔出血，现在神志不清，情况比较危急，你还是先赶快把手术费交了吧，病人必须马上进手术室。 CDF 那个傻小子报名参赛怎么失踪了？他该不会是怕了吧？一个下三滥，不足为患。除了那个肖雷需要注意些，其他的人都是渣。哎，我警告你啊，这次是正式的比赛，你别搞一些小动作，玷污这项运动。 否则我就离开 TNT。老板，五锅肉串，五个板筋，三个鸡翅。这儿有10万。
下个月的比赛，别去了。全队我算个屁，我要的是冠军。废了你，钱是我的。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，胜利的人和失败的人。放人！你他妈谁呀？放人！走。停好，上车。你就把我放在前面吧。我的车不是说上就上，说下就下的。你知道我们找你多久吗？还玩消失？我是木王，有话跟豪哥说去。对不起，你别总跟我说对不起。你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，但是你对得起你自己吗？我爸中风了，住院需要钱，更需要我的照顾，所以你就选择消失。我欠你的太多了，我不想连累你们。你觉得你选择消失，你就不连累我们？你这叫做不负责任，这是逃避。我想要掌控我自己的生活，可是借口。你到底在恐惧什么？明天归队继续训练。你爸的医药费不用担心，车队会垫上。你爸需要照顾，车队工作人员轮流上。CDF 是个大家庭，有困难，大家一起扛。会进行双人漂移PK赛。
想写什么啊？休息会儿啊。婉婷，没事的话，我就先送叔叔回去休息了。我爸让我过来跟你说一声，这几天感谢你的照顾。没事儿，同事之间嘛，互相照顾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我，没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婉婷，那天你问我的问题，等比赛结束了，我一定给你答案。什么问题啊？啊，就那个是吧？我早忘了，早忘了。嗯，你好好准备比赛啊。现在说会死啊。每次过完之后的关键时刻，你都会选择迟疑，为什么？那天你问我真正的恐惧是什么，我一直在想，当年那场车祸对我并没有什么影响，直到你提出这个问题，我才发现原来我一直都没有放下。找到解决的办法了吗？面对它，然后忘记它。战胜的。这次依然是秦昊领漂，周航跟漂，两人真可谓是势均力敌，旗鼓相当啊。还你的赛车！从现在开始，属于你们。喜欢，或者不喜欢。
有这么难吗？CDM 是个大家庭，有困难的大家一起扛。怎么回事？居然会输给那个毛头小子！我要跟你说两件事。第一，我知道你对 CDF 的车做了手脚，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证据，用不了多久，仲裁委员会就会找你来调查。第二，从明天开始，我会正式跟 TNT 解约。我再也不想跟你这种卑鄙小人合作了。你有什么证据？我有。小海的个人行为跟我无关，是吗？那五年前的行为也跟你无关？您放心，我会做的跟五年前一样，肯定没有人发现。走了，我不会再给你机会让你祸害这个圈子了。算你们狠。谢谢那天打电话提醒我。我只是希望这个赛场更干净一些。师傅曾经说过，赢要赢得磊落，输也要输得体面。